妈妈的花心，山里的包，妈妈的花心。现在就是。姐姐呀，姐姐，哎呦，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看看，我们包饺子，看看。对啊，在这个新房子里面，越是年轻。豆豆姐姐，豆豆姐姐。下一个了，你那么哭干嘛嘞？豆豆，豆豆，你那么哭干嘛嘞？啊？啊？下一个嘞？下一个嘞？你小的时候很喜欢开笑的呀。茄子，俺那是茄子。茄子啊？俺那是茄子。Cheese。今天有放烟花吗？香港？有啊，嗯哼。啊，当然那个十二点是零时。OK。啊，对，零时间放了。对。嗯哼，我们石路镇也有放烟花，是吧？看见没有？没有出去看了啊、哦！今天晚上啊，对，对哦，对哦。哎呀，去年不是有吗？不过肯定是很小的了。对，因为石路镇烟花好贵、啊。多少度啊？是吧？